男人对你有这四个小动作，真的离不开你了。都说男人都是理性的动物，大多数男人无论是恋爱时还是结婚后，都不会把我爱你随时挂在嘴边，而且还很会隐藏自己的真情实感。但是其实男人虽然嘴上不常说我爱你，但是一些细节还是会表现出来爱你的心意。而且对于男人来说，总有一些时候会让他为你动情，甚至流泪。所以遇到这样的男人，女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。不管是恋爱还是婚姻，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。当然，一个男人爱不爱你，也只有你自己知道。有些男人很没有安全感，就觉得不知道哪天他可能就会离开了。当然，也有一些男人特别痴情，会一直对你好，甚至是离不开你。聪明的女人都知道，当男人有这几个行为表现的时候，说明他们对你是真心的。我们一起看看到底有哪几个小动作呢？女人提前了解，才好把握住幸福，才好认清一个男人，不会错过一个好男人，也不会跟着一个渣男受罪一辈子。遇到好男人就踏踏实实的在一起，遇到渣男就趁早闪人吧。第一个小动作，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你，不愿意用任何的事情去伤害你，不愿意你受到一点的伤害。在你面前，他从来不保留任何秘密，哪怕你不想要，他都会主动地将工资卡交给你。当然，手机还不会刻意的不给你看，在你面前不包括秘密。女人的心思敏感多疑，她也会主动的拒绝任何异性的暧昧，因为怕会伤害你，怕你多想，怕你会离开她。第二个小动作，不管要为你付出什么，她都义无反顾。她希望一辈子都能陪在你的身边，永远都不离开你。你想寻找诗和远方，她能放下一切陪你说走就走。你想离开，他陪你在另一个城市从头开始，因为爱你，所以不管前路有多凶险，不管要为女人付出什么，男人都毫不犹豫。第三个小动作，只要你开心，他就开心；如果你不开心，他就会非常的焦急。爱你的男人会时时刻刻关心着你，关心着你的喜怒，关心着你的心情。不爱你的男人会显得很自私，让你感觉不到他在你身边。一个男人很爱你的话，他会很怕你生气，只要你一生气，他就会显得手无足措，非常的焦急。其实他是太害怕伤到你，他也离不开你。第四个小动作，他可能是个脾气不太好的男人，但是跟你在一起就变得很温顺。如果男人在你面前却温柔的像冬天的雪花、春天的柳絮，然而在外人的面前很严肃、很凶狠、很坚强。那就意味着他在宠爱着你，他想把你宠坏了，这样你就不会想过离开。每个男人都有很多面，面对不同的人，就是展现出不同的形象。